诊断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。接到通报后，汕头火车站在相关场所有序地开展消杀管控工作。我身后是汕头火车站，为了保障旅客的出行安全，现在这里对相关场所采取了严格的管控，并进行了全面的周末消毒。我们了解到，旅客在到站以后要第一时间配合接受落地防疫排查，进行核酸检测，查验健康码、行程码。我从那个深圳那边过来的，然后也有